当我的世界发生了异常，除了地狱门之外，莫名其妙的多出了好多的传送门。为了解开这个疑惑，三位冒险者决定前往所有传送门，打败末影龙，问个清楚。这遗迹怎么玩啊？这是？对呀、啊，在村庄里。就是啊，第一次见呐、啊。就是。我都以为是刷出来的呢。你看这边、哎、放啊，能行吗？哇、哦、走有啥东西在这里面，别打我啊，我去皮皮我啊，哦走你还抢，大哥给我点那皮皮有什么用啊，全被拿走了，哇好臭这个人，来给你嗯，干嘛？小陈，怎么了？看我，看这儿，三组面包够吃的了。看你呢，咋的？咋的？看我。嘿，小陈！哎呀，哎呀，嘿，小陈！哎呀呀，太有金票果了！哎呀，我们去橡木吧，有没有橡木头啊？有，我搭了，过来。Okay. 你别堵我呀！差一个，走。别打了，哥，啊！耶、yeah, ，到了。木世界。好，哎，这有怎么 TNT？ 哦 ，TNT， 拿下 TNT。TNT 存了，TNT 存了。哎，下面有高炉子的。哎，这边有箱子吗？有啊，真的有。哦吼吼！我用来木头当垫脚石。有，肚子很大。对呀。就把我。飞，想走快走，你冲，他跑了。天梯我有一个，一个都不够啊。我们去沙漠去找沙漠遗迹去吧，走。本来是够的，不知道是谁弄坏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不知道，主要是谁给踩了。有狗，这是哪个小王八蛋给踩了？真是不要脸。我踩了，滚！真不要脸！我有哇，石头也有地狱门的，我石头有传送门的，哦，啊，有吗？对，里面有啥呀？我还没进去呢，我进去看看去。哎呀妈呀，太有节目效果了，兄弟们！来，神哥，这个给你。不是 ，nice， 这么近就有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上么神力？啊？可是我可以去那个嘞。嗯？要去地狱吗？有颗钥匙。要死了！哎，这有火药，可以。有火药，那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够了，在这里坐吧。我这里有一个，我先把。你上去干嘛呀？在这里坐呀？就待会儿。好，耍我们是不是？你啊！这他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万一没了就没了呗。啊！这样。Oh!
这怎么点啊？这怎么点啊？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终于明白 TNT 传送门需要火药点。哈哈哈哈，我们三个太聪明了。我点了，点走。嗯，哇，红色的那个传送门。你是啥？你是傻子吧？我干他！干他！我把你买了，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，干死他！还上来做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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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别点了，别点了！哇！你傻，你个傻子！干嘛？真的别点了！OK， 哎哎哎哎哎，我就知道了，完了，我去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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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这这这这这，挖铁挖铁，啊，这里有铁，哎，挖了挖，挖，你没拿吗？我没拿，你没拿，我没拿，那冰箱哪来呀？冰箱那里面没有哦。有铁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里还有个箱子呢，原来，哇，哎，金子采集的稿子，哎，我去。快跑追，哎，我去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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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